穆大人在何处啊？在里面，里面请。哎，穆大人，大总管，陛下召您入宫觐见，您就别悠闲了，快随我去吧。陛下要召见我？哎，是啊。听说有人在御前告了你一状。告我？ 陛下，臣接到孙云云的状纸，户部郎中穆卓华与议政王关系匪浅，私相授受。孙云云不过一介罪臣之女，她说的话可信吗？陛下。 臣有纠察百官之责，既是有嫌疑，自然要查个明明白白，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穆大人，您的意思呢？穆大人，您这是默认了吗？请陛下明察。陛下。 按照本朝律例，女子可出侍为官，但婚嫁之后不可再担任官职。穆大人，下官非常敬佩您的才华，只是这鱼与熊掌不能两全，是辞官还是割舍私情，您终究要做出个决断。王爷，不好了！何事如此慌张？ 孙家的小姐竟然伙同御史，告穆大人与您私相授受，这……王爷，您可是想到开脱的法子了？没有。陛下，穆大人知法犯法，扰乱我朝纲纪，此事绝对不能姑息。陛下，穆郎中并未婚嫁，何来知法犯法之说？ 臣刘演，参见陛下。议政王，免礼吧。议政王来得正好，下官正想问上一问。不必问了，本王与穆郎中确有私情。 可本王是他的外室。没错，穆郎中既未婚又未嫁，请问触犯了律法的哪一条？ 陛下，臣身为朝廷命官，定然不会知法犯法。正如议政王所言，臣与议政王确有私情，但并未成婚。陛下，穆卓华品性卑劣，不配做官，必须予以严惩。御史大人此言差矣。 何为败坏伦常？是本王对穆大人一往情深，本王深知穆大人的志向，所以不愿意婚约束缚鲲鹏羽翼。只要能陪在穆大人身边，即便做一个无名无份的外室。 本王也甘之如饴。这不知羞耻，简直不知羞耻！陛下，这简直太荒唐了！够了！
皇叔，朕再最后问你一遍，你方才所言是否属实？是。简直是滑了天下之大稽。议政王言行无状，有失皇家体统，罚跪两个时辰。议政王，你就去太庙，在列祖列宗面前好好的反省反省。臣领